晚安，你们有红包可以抢吗？想说是不是第一个进来的那个有？你可以抢吗？一凯晚安，少爷晚安，九蛋晚安，庆余晚安，又晚安，冠宇晚安，我的居家男友晚安，卡丘晚安，笑笑晚安，也好像只有我可以抢。OK， 之前是第一个进来的粉丝可以抢红包。志宏晚安，小雨晚安，呼呼猫晚安 ，Chris 晚安。谁取这种名字啊？应该只有一个人。波达晚安，一帆吗？晚安。我不能抢。Cascade 晚安。Bernard 晚安，我刚刚没声音，我有晚安吗？小易晚安，谢谢送玫瑰。IG 的 cover 很厉害哦，谢谢你。你们有听吗？还没听的可以现在去听。谢谢谢谢送四叶草，阿华晚安，安晚安，罗宝杰晚安，谢谢，应该是强纳森送我一封信。玉萍晚安。玉萍的给，玉萍的给，妈呀，真的超厉害！可恶，礼拜五晚半小时见到卢卡了。我还没发现实状态，你们怎么知道？就是定晚安，瞎喇叭声音。好，等一下猜一下，他们太厉害，我跪着看完，耶！谢谢那个送四叶草，谢谢 Joker T 的四叶草。原本不知道 Bridge 那段的乐器，后来听原唱才知道是电吉他哦。谢谢笑笑送的香槟，没有，我没办法唱电吉他的音，所以我就那个就是也不算是电吉他的声音，就是我自己叫哇哇，还是看不懂小喇叭是怎么，就是嘴巴这样，然后只有这边要开。这边是闭起来，这边开。哦，谢谢月送我香槟，谢谢六哥送我香槟。今天大家怎么这么多？为什么今天大家送我香槟啊？谢谢你 ，Plus 晚安，一人阿卡贝拉，嘿嘿。谢谢六哥的香槟。拍手的声音是鼓组吗？对，我原本用我的声音，可是没有很好，就是没有很好听，所以想说那就用电脑的。谢谢 Legan 的香槟宽宽，啊六连击，还好吗 ？Carol 真的厉害，影片的喇叭是影片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喇叭跑去哪里了？我之前有给你们看过，对不对 ？Rock 晚安，阿哲晚安 ，Good 家晚安，拍手不好收音，对，没错。帮维兔晚安，阿道傻晚安。等一下那个哦，破破烂烂的，小喇叭。差不多吧。我的鼓变得不错吗？哦，谢谢。哦，还好，对，鼓的话我真的没有编过，所以就只能看初学版的那种鼓的旋律，然后觉得哪个旋律比较适合这首歌，然后就用那个穿在下面。对，金田晚安，影片很棒，卢卡加斯哥，ありがとう。我还以为是新的乐器 ，cover 真的很棒，阿元晚安。这不是乐器，这真的只是用色纸做的。你看，这边都是纸，呆的一点点合起来就是很厉害的作品。Glacia 晚安。而且我拍照的时候不是这样拍吗？所以你看我这边都是变红红的，我的口红。
影片超厉害，决定会员要投你了。哎、欸，是看影片才决定的吗？为什么要特别做？我想说，如果我没有，就是只是嘟嘟嘟的话，我怕有人听不出来这是什么声音。对，就是我想告诉大家，这其实是喇叭的声音。对呀，就是这样很不好看的，嘟嘟嘟嘟嘟嘟。所以想说，那就做一下道具，然后就是看起来我在吹喇叭的那种画面。谢谢 Grace 酱的红包，抢抢抢 ！Yes， 花了很多时间吧，花了一个月啊。下午晚安，哈密雀晚安，谢谢送我的签到，小霞晚安，这样效果很好。这喇叭花很多时间去做吗？还好哎，就。不到半个小时吧，差不多。嗯，季风亮晚安，又哎都建议你可以把左右声带，对，因为我是先录那个声音，影片是后制编，所以我那时候没有想这个声音从哪边过来。对，有可能就是看那个版，有可能就是这时候小号的那个小号的影片在左边，这时候在右边什么的，就觉得像。好麻烦，所以说我没有分。北极熊晚安，特别做道具真的很重视细节，厉害，谢谢光痕，谢谢 Q 酱的四叶草。下次挑战什么呢？还在想呢。你们想看什么？如果一年可以做十二支影片出来，至少可以十二支。哎，感谢送一封信。如果上手很巧，谢谢。哦，晚安。叶哥，谢谢送我一封信。跟比晚安。哦，你怕跟影片搭不起来？对呀，对，有时候我的主唱在左边，有时候在中间什么的，想说好麻烦哦，所以就先不分。嗯，对，比较可惜的是，真的贝斯有点太小声。一开始录的时候还好，可是录完后就是因为其他声音很大声，所以有点盖住贝斯的声音。嗯，左右而已，还要另外设计，真的麻烦。对呀、啊，那些音效是你一开始就有规划，还是录完歌之后觉得太单调才加的吗？哪些音效啊？音效是什么意思？你说嘟嘟的那种？跟主旋律不是主旋律的那个 melody 吗？看吧，動画すごい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よくできました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頑張りました。谢谢北极熊送的玫瑰。共享这影片真的很厉害，谢谢。喇叭声口哦那边哦，我还在想说间奏的时候，间奏我应该要怎么唱比较好？对，嗯，等等。因为原版是都是用电，那都是电吉他，可是我没办法唱电吉他的声音，哇哇哇，电吉他，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觉得有点不太像啊，所以想说那就喇叭声好了，把喇叭就是改成 solo。通常做法是你定好一个声音的音量，其他音量以它为准。了解，对，我是鼓跟贝斯的音是我是先唱在那边，然后唱，全部都录好了。对，有可能我在听的时候就是我比较会重视低音的声音，对，所以我那时候不会觉得低音太小声，那是碰巧生气的声音。很难呢、欸，我觉得喇叭 solo 很棒啊，真的吗？为什么可以发出这种声音？不然电吉他怎么？电吉他我也不太会听电吉他的那个是音乐感，嗯，电吉他，我干了。影片做的真的超好，谢谢。
我想一下，我其实蛮喜欢阿卡贝拉的那个乐团，可是他们也不太会电吉他声，他们也很少会唱。可是小号的那种或是笛子那种声音的话，他们常常会用。怎么还是猫？下次碰奖声也可以加入，也很难。很难消音。如果喉咙够，那不是喉咙，就嘴巴。下次 B-box 我就是不会呀、啊。如果会的话，我当然也想。竖笛哦，竖笛。竖笛的声音其实蛮像人声，可是很难。啵啵啵啵啵。不是，这是数小。我想一下哦。对对。不会，我觉得没办法。爱好晚安，浩一晚安。喜欢 TV 的那张单曲，哪张单曲？用户名不能是空白，晚安。出难题也对呀、啊，竖笛我没听过，我看我猜一下能不能，clarinet 人の声，多分無理だと思サックスはワンチャンできる、クラリネットは多分無理。吐司晚安，田中晚安。如果那个影片我会的，应该就是拍手的部分啊！不对，我根本没有节奏感。以后有机会上节目，你的专场可以加上模仿任何声音，没办法，没办法的，哎、欸，很难呢、欸。Cascade 晚安，音乐天才 Luca，谢谢。怀怀晚安，铜管比较好，对，铜管，对，萨克说不定可以，竖笛没办法，他的声音比较特殊，怎么一进来就听到奇怪的话题？我有说什么奇怪的事情吗？可惜 Luca 只有一个，不然就能上节目表演。Luca 大也对呀、啊，可惜我只有一个人。如果有7个旅游假的话，我就可以唱一首歌。对，萨克斯风，就是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有些乐器比较扁，声音可能比较扁一点，那种比较好模仿就对了。竖笛真的太难，不行。长笛说不定可以，可是他们长笛又不是模仿，就是有点像吹口哨的那种。对，可是我不会吹口哨啊。我高中会模仿鸟叫声，我没办法。七个听起来很棒。Hello 哥，晚安。我的声音是蛮扁的，真的吗？可以组 Team Luca 吗 ？Luca 一人兵分五路组成管弦乐团。我觉得你模仿的那个电吉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距离，怎么用？那不是模仿电吉他的，那不是电吉他，那就是笑点里面的那种音乐。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笑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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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有个地方叫哇哇那个音，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乐器。对，我模仿的确实不是电吉他，是别的乐器。哇哇，なんだろうねあれね。ルカ自己发动时间差攻击。ルカちゃん大変お疲れ様です。素晴らしい作品だと思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有点距离哦，说不定我录的时候我怕会爆音，所以可能就是 就是远一点录，给留下一个砸不同，谢谢这点。你剪影片分成这么多可以很厉害，对，我其实最发最多时间其实是那个做影片。听完还是不懂，没关系，我也很难说明。
Luca 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作品的细节，也许我们都错过一些点。哦，好啊。口笛吗？不知道哎，那叫什么啊？哎，等等，我猜一下，笑点。ちょっと笑点のテーマ曲流します。あ、最难是哪个部分？最难的一定是那个这个的 solo， 一定是这个。哎，不是，最难的是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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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超难的，我录超多遍还是音不准，超难的。待ってね、焦点テーマ曲。探してみよう。あれ？これかな？ちょっと待ってね。違うな。まあいいや。好吧，对，没有出现那个乐器。那我可能搞错了。ワンワンっていうね、楽器があるんだけど、なんだろうね、あれ。これに近い。よ、類似这种。不算是对，那不是电吉他。算了算了。那个纸的喇叭会很难做吗？还好，就这样。不会太难，半个小时就可以做。我对笑点的认识只有那个 intro， 完全没看过内容。我也是，我有看过内容，可是我有点忘记。就是他们每次都是 o g i 那段真的太难了。谢阳晚安。那种不用音准吧？需要啦，哟。我默尔只能旁边弹，不是基本。对，有一个综艺节目，没关系。原来是卢卡搞错了，自创的声音吗？有可能欸，怎么办？你还自己做乐器，上网怎么做吗？有查一下，可是都没有，所以就是用自己的感觉。我以为是电吉他的哇哇效果器。卢卡平常有在看笑点，在。不会看，这是小号配的，对对对对，下一期。我要我要我啊，算了，那就是那个声音，就是卢卡自己唱的声音，也可以自己，也可以这样说的。思い出せないの、なんだっけあの楽器。我看到画面才知道这是假的喇叭，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真的。我可以试试看，真的没声音。Luca 超可爱，没说电费很厉害，不过
还好吧，这个真的自己感觉做错了很全。如果说我真的做不错了，如果真的会模仿，哪时候模仿瑶瑶？我还没听过瑶瑶的声音哎，这不是喇叭，就是用纸做的。不是笑点，是卢卡的点，对，卢卡，对，那就是卢卡声。我也都怀疑是软体的喇叭，对，可是不觉得越听越觉得那个声音就是卢卡的声音。对，我刚刚有解释小号是怎么唱的，那个喇叭声是怎么唱的。对，一开始嘴巴要这样闭起来，然后只有这边。左边、右边都可以，开了一点点空气，然后吹，应该不会太难。嗯，碰巧没攻击吗？一开始他有来吻，可是还好，可是他今天有攻击我的手，你看，这，哎，超痛的，这边也是，这里跟这里。怎么可以做的那么可爱？嘿嘿，嘴巴很厉害，怎么动的？哎，你们不会吗？可以试试看。然后吹的时候，就是声音可能就是往后，好难说明哦。就是不是吹，是吹没错，可是，有一点啊。的那种感觉，哎，谢谢哥江送梦幻烟火，哎，终于开灯了，我太久没有开灯了，哇哦，好漂亮哦，而且有红包哎，对，开灯了，开灯了，不要随便模仿我，像在手上，万一刚好遇到可以见面的活动要怎么办？对呀，这时候就。太可怕了，只能擦粉底吧，好像可以，刚刚试了一下，对，可以试试看。如果知道怎么，乐器是嘟嘴吗？不知道，哎，铜管几乎都要嘟嘴，不会喷一堆口水，不会不会。等一下，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还没九点呢、欸。谢谢小门客加入我的粉丝团。对，我的，我现在设粉丝团呢。我觉得那个歌浆抢得到就好，因为那是他送我的。开灯有红包哦，所以是不是我的页面就有红包？哦，对，我今天有那个。背包，我用应该用哪一个？开播时使用后可显示在 APP 60分钟，这个好了，使用。OK， 开灯就有红包哦。全屏广播，原来如此。可是我只有设粉丝团耶，感觉人会变少了。可是现在还有123个。单曲都很好听，真的吗？对，虽然我没有任何，我没有参与任何歌。Yes， 我也有抢到红包，提升人气的礼物是吗？卢卡拜拜，干嘛？卢卡拜拜，看你要不要开放？好啊，那现在开放好了，只有这次哦。我改成那个送礼物，原来这就是可以慢慢抢红包的感觉吗？对呀、啊，很棒哈！等一下，最后一包我开放好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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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按到按钮吧？哦，好，玩罐头而已，没有要拜拜。好的。吧，抢吧，抢抢抢抢抢！好，我要抢了。
可恶，我没有抢到，算了。哎，一半以上是路人呢，可恶！我还是设粉丝团好了。OK，我抢到了，恭喜！好好，我都没有抢到。只好再开一次灯了，可是几率不是很低吗？哦，我设粉丝团了，对，就只有刚刚那一次而已，耶！樱桃妈晚安，对，我刚刚是介绍要怎么唱那个很像喇叭声，对不对？其实一般的那个喇叭，小号啊、法国号啊、长号啊，那个就是用嘴巴，好像要嘟嘴，好像真的要嘟嘴，然后好像要这样吹，就是用这边的震动，好难，好难弄，我不太会，对，我不会吹喇叭，真的喇叭，可是好像就是不是只是吹乐，不是只是吹那个气，就是要震动嘴巴，然后还要吹气，才有那个声音。那算嘟嘴吗？对，有一点不像，下播试试看。对，可是没有那个吹嘴就没有意义，很难的感觉。对，可是习惯就不会太难。应该不会太难，对，还是要学一下呢。原来不是在介绍笑，现在不是。北如空巴拉，卢卡可以示范一下怎么嘟嘴会吹奏的比较好吗？要怎么示范呢？这里有没有学过喇叭的？有没有要补充我的话？那些吹起来好像要好好保养，我跟你做一样的，就是没有发出一样的声音啊！真的吗？练狗乐先要练吹气，对。你的卢卡小喇叭可以吹什么歌？什么歌哦？有听过吗？喜欢过剪纸的，谢谢。没关系，我也没学过啊，没事的。Hello 早晚安。Say hello 啊，对呀、啊。我发现那是以前日本军队的，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吹的东西。谢谢送我烟火。赛 马开场音乐。有点忘记了，哒哒哒哒哒，一点的感觉哦。没听过，好吧。刚刚的是トランペット吹きの休日。军队吃饭会吹，现在好像有改旋律的样子，以前的旧版的。就是他们有一个人，就是负责要吹喇叭，可是不是小号，就是那种有一种比较好吹的喇叭吧，应该是他们就是集合的时候也会吹喇叭，吃饭前也会吹喇叭，就是告诉他们啊，现在是吃饭时间哦，现在是睡觉时间哦，起床时间哦的那种。对，那是吹同样的几根音，永远都是一直重复。对，然后我刚刚那个唱的《同样被多给的 QG》，就是呢，有一个作曲家想要给他们，就是好好开心的吹小号，所以才会创作的有一首歌，我忘记中文叫什么，所以才叫小哎小吹对，小号家干嘛？小号手的休假，
トランペット吹きの休日。中文。インスタの動画素晴らし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ね。タタラタタタタララン、タタララタタタラダン、タラダタタタラダタタラダタ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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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自己想的。我以为这首歌很有名呢。妈呀，应该有听过，对，只是可能大家不有可能不知道歌名就对了。有了 Luca 就不用准备喇叭。那怎么连7月20周年变出活动真厉害？对，还好我今天没有选错。君浩 and the gang， 没听过吗？好吧，很下古筝。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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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对，真的叫小号手的假日。先挂听一下，好的。暑い。今突然暑くなった。さっき寒かったのに。刚刚很热，现在突然。欸不是，刚刚很冷，现在突然变冷，变很热。那一首，对，那我想一下，影片里面还要哪个部分可能要介绍一下？现在随时都可以进入一人大乐团状态，试着学了一下，只会发得出鸭子叫的声音，呱呱呱呱。鸭子叫，你说用这样，然后变成鸭子叫啊？现在谁来跟上我行李箱？卢卡有在追欧大尼的新闻吗？我只知道他很厉害而已，不太知道。对，我知道他很厉害，可是我不太知道他多厉害。做影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趣事？碰见来乱。哦，对，这个有哦。我在唱歌的时候，胖姐在外面叫，然后她的声音也进，她的声音也一起就是被录起来。嗯，遥控这个有，你有出现的声音都有，都一定有一格画面吗？基本上有，对，基本上有，对，嗯，这个 cover 会出花絮，应该不会。碰姐想帮忙配音，对，跟你们说，碰姐最近会唱歌哦。我说 Twinkle Twinkle Little， 然后看碰姐，她一定会叫喵。对，她帮我唱 Star 的部分，超可爱的。Twinkle Twinkle Little， 真的是这样，超可爱。然后她成功唱，她有唱，我们就帮她拍手。哇，碰姐好厉害！有时候她不就是。他叫的比较快，或是没有叫，对，所以这个成功率没有很高。突然想到，你下次可以用宝特瓶、三二零之类的打击哦。可是我觉得直接用电脑的就好。凤姐想加入乐团，超可爱的凤姐，然后你就骂他音不准。对，就刚才训练碰见他唱歌主播，下次跟碰见一起 cover 这首好了，可是要看碰见的心情。碰见也是一只成熟的猫了，该工作赚自己的猫粮。那你猜我台人叫他喊？
新苹果晚安，要怎么唱？哒，伊斯基纳诺啊，喵，咪得了。泰来碰见是哈姆泰来村宣务员，他碰见喊泰语发语了。我是几岁呢？可以猜猜看哦。因为有写啦，对，二十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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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妹有没有一起陪？没有没有，卡妹没有。谢谢大家的18，耶！哎呦，谢谢大家。我看你直播一人按卡片了，哦，谢谢你。ポンちゃんが障子に乗ってきてるよね。ポンちゃんね、ポンちゃん。ポンちゃんじゃなくて。看起来23。好，其实你自己也就可以完美发出ポンちゃんの声音，就是你第八次的18岁生日。不要这样说了啦，哟。那你，我想一下哦，还有什么？什么事情可以跟你们分享呢？对，就是最花很多时间就是肩周那里，那里真的就是主要是音准的部分，录了很多次，然后通常我录了，不是唱了很多次，喉咙状态会越来越不行，所以我就先唱别的地方。对，可是还是没有唱得很好，然后再唱一次，没弄到，所以我就决定改天再录。可是第二天录的还是不太好，对呀。各位家谢送玫瑰，调整影片很辛苦吧？对呀，你是不是讨厌我？为什么讨厌你？怎么了？剪接感觉也很难啊，对呀，不习惯了，对。我平常，对，我第一次把影片，就是那个，我以前的手机，我没办法，就是把一个影片、两个影片，就是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画面，很期待有其他首歌的 cover。好的，我会加油。自我要求好高，不是这不算是自我要求吧？就是我听得出来，明明我这边唱错，可是，就是明明这边的音不准，那我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唱的那种感觉？唱歌好好听，谢谢臭豆腐。第二天状况也不好吗？对，就是那边真的有点难。通常一次录很久，后面喉咙就是有点杂杂，或是啥，就是状况没有很好。然后我继续一直做这样，不小心超过一个，超过1个月了。瑞 卡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对对对，这就是自我要求很高啊，是吗？我想听你唱歌，好啊，要唱什么呢？那个小喇叭很厉害，是真的乐器吗？不是假的，真的是用色纸做的，给你们看，里面完全没有什么东西。然后这是可以拔掉的东西。日文最新歌呢？我不太会听日文流行歌诶。最近有什么流行歌？《Nemo Hamo Rumor》吗？对呀、啊，不，我是用我的嘴巴发出，不，可是不是这样唱，就是啵啵啵这样唱，みたいな感じ。五十八单，
心肝不错，难得找不到能批评的地方。猫知道吗？不知道耶。还是再来一次沉迷在我？不要，我已经忘记了。不是要你的嘴巴？对啊。这么棒的影片，只要等一个月，但太值得。谢谢你。跟我发声很像，下次可以跟卢卡喇叭打 PK。太像了，谢谢。嘴巴好像，好像齐声哈，好神奇的声音。すごい、ありがとう。卢卡嘴巴 A 的构造不是跟一般人一样。不要 chicken attack。还是我唱那首，还是我再唱一次《那吉桑的切里》。我这边有。我编辑的版本，可是不是用我的声音，全部都是用电脑的声音。然后我把主歌那边盖掉就可以，可以改成 KTV 吗 ？Chicken Attack 我不会唱啦，啊他，有自己编辑，我是。对，我是先做谱，然后再我先做全部的谱，然后就是副旋律啊什么的，那什么的什么的，然后再唱那个部分就对了。所以其实也可以用那个版本，然后我就可以只唱主唱的部分。但是我跟你们说，我之后可能会发阿卡佩拉的阿卡佩拉版本的，所以后来还是全部都用自己的声音。好，给你们听好了，等我一下哦。对，然后谱的话我用 MuseScore 哦。对。等我一下下哦。晚安晚安的姐，晚安。七个卢卡要出现吗？我把声音调高了。这是原版的，你瞧。可能要再等一下下，对了。除了贝斯跟鼓的声音以外，都是全部都用我的声音重新录。对，这首我知道，耶、yeah! ！这不算是老歌吧？AKB 的歌啊。怎么有种流水戏的卡拉 OK 的感觉？对，MuseScore 的音色蛮好的。他们更新后声音有变好很多，以前就是有一点像机器的声音。我是日本人，怎么那么像妈妈声啊？什么意思？谢谢那个送我一封信，这
也算是 AKB 老哥，真假的？这算老哥吗？才十年前而已耶，这么多歌里面总被我猜对，不行啊！对我来说，2000年之后的歌都不是老歌，不行。对啊，刚听到有点惊讶。Hello Luca，Hello 杨过。这首歌比陈升还老，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哇、哦，真的假的？你刚刚唱的很像日文妈妈，我刚有唱吗？哎，我刚只是唱嘿嘿嘿而已，才十年前弟弟太老了 ，AKB 也才15年，十年前还不算老歌吗？啊，不要说不算是，对我来说，2000年。之后的歌都是流行歌，私が知る1980年也不算是老歌。老歌ってな、どれぐらいなんだろうね。老歌的定义是什么？过了十年就已经变成老歌吗？也是啊，对修化系的人来说，平成的流行歌算新。虽然我是平成年代的。他如果尖弱进去，不会音量会变吗？应该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变小，有点忘记。2021年之后的才是流行歌，我不会唱流行歌，才过5年就觉得有点老，真假的？我那个时代的歌已经被2000后认为是老歌了，难道要到大正对卢卡才算是老歌吗？1960，我觉得那是老歌。1970、1980就觉得还好。我是25岁。说那个了，满意啊。好吧，那好吧，你们觉得这是老歌，那就是老歌吧。都唱莫查特这首歌太新。1960哪些歌啊？有很多啊，可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歌剧的部分，唱的人还在的话不算老歌。唱的人，那你开始怀疑真的二五？哎，你看我几年？哎，不是。你认识我几年了？有一年吗？卢卡十八吧，什么25？好吧，那就唱一下吧。虽然你们可能昨天看了很多影片，但我还是唱一下。对，这是只有卢卡的版本。那个，一年又7个月，对呀、啊，不要怀疑，快2年了吗？真的吗？卢卡上的就让他变年轻，好，来吧，麦克风准备喽。想当年我跟卢卡是香港认识。OK。
风车的成员是我吧？对啊，我真的有点怀疑。谢谢送我彩虹玫瑰花册。就没有唱，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唱比较好。谢谢青云送我香槟。如果要跳这首歌吗？想看吗？希望之后公演的时候可以跳这首。对，我也想，蛮想唱唱看。好奇间奏有去听原版，对，原版真的很好听。你听听看 ，OK。对呀、啊，好想逛公园，希望八月的时候可以跟你们见到。嗯，吃力吃力波，吃力吃力加，啊，吃力吃力波，吃力吃力干。谢谢送的小心蹦蹦。晚上好，快三个月没看公园了。嗯，如果很喜欢这首歌，蛮喜欢的诶。AKB 的公演曲里面，就是我的那个喜欢的那个名单，会进一定会进第十名以内。そう、トップ10には入るかな。私の AKB の公演曲の中で好きな曲。谢谢哦，上庭晚安。凤姐好吵、哦。Top Ten 还有什么？之前常常唱的那个，那个，两个人一起唱的那首歌。ここではっきり選んでもらおう。二人のうちのち、あ、ハートの独占権。そう。ハートの独占権と、しかも公演曲オンリーでしょ。公演曲オンリーだから。まああとなんだろう。パッと出てくるのはそれ。饼干不算是公演曲吧？对，so， 就是如果是公演曲里面的话，这首歌我就是很喜欢。那就难得了呢。抖音听过，对对对，之前抖音的，我有发影片。so 呢？嗯。公演很多好听的歌，对，可惜大家很就是不是 AKB 的粉丝的人没有听过很多歌，嗯，没有，也没有可能没听过很多公演曲。卡妹跟露卡的选择权，那真的很难选，对呀、啊，所以对呀、啊，所以我也没办法选第一名，只能说这一定会进我的第十名内，心之独占权才对。嗯，早安早安早安，你懂那个呢？我觉得公演的歌写的比单曲好，真的吗？看情况吧。嗯，懂呢。对，有些公演曲真的很好听。曲风比较多变哦，对，这是真的。单曲比较多
哇，开开心心，可爱可爱，耶耶耶的那种，很嗨的歌比较多。谢谢 Sugar Tea 送我四叶草。上午好，虽然我放 AKB 蛮久，不过公演曲还有很多没听过。我也是，对。现在讲了几首了，只有讲两首了。不要，我没办法说我的前十名有几个，对。只能说这里一定会进前十名。公演曲比较有趣。そうだって多すぎてさ、どれが10位までって決められないの。でもこれは多分10位以内に入るなっていうだけ、それだけ。公演的歌词我都还没看过。哦，真的吗？歌词哦。前十名不就是哦？我再讲一次，就是我没办法选，就十几个，我没办法说第一名是什么，第二名是什么，第三名是什么，我只能说这首一定会进我的那个前十名就对了。就喜欢的歌，跟我一样前十名，然后选了20首歌，很多歌曲不好排名吧？对呀、啊，而且公演曲的歌跟歌连接的地方，我觉得很赞。歌词真的听不太到，真的哦，可惜耶。我们的歌词翻得那么难，那么有意义，结果大家都听不懂。但我觉得歌要选 top ten 比选成员还要难，懂啦，我故意。好，那就好。选前十名一定会超过十首，一定的，一定的。哎呦，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出公演专辑，这样就有歌词了。对呀，可是 TP 还有很多已经被翻成中文了，还没有发出的歌。嗯，我又要必须要看书，晚安。好好加油 ，Cascade， 加油。歌不会走心，所以选歌可以尽量滴滴。下次你放点彩蛋，自己乱唱歌词，看有没有人发现。歌词听得懂啊？可不可以？欸，后面是人，可不可以？なんだっけ？可不可以？那给从现在起，让我难也。抱着你的心怎么办？忘记歌词了，太久没有唱了。可不可以从现在起让我相信，干嘛？让我相信，搬进你的心。虽然十分，真心，我确实不介意，对对对，你回应，可不可以说现在情人我愿意，爱情你的心，为了对待你，能天天天拉我你，拜托你别逃避，如果不行就不行，那就让现在就让你去，不要犹豫。なんとなく，忘记歌词这样很不专业哦。太久没有唱了，怎么办？那都是跟唱歌跳舞一起唱的。哎呀，我公演前一定会好好的学习，我会想起来的，放心。谢谢送我掌声鼓励。如何歌词好像有一部分都糊弄过去了，没有，平常不会。虽然十分。なんだっけ、その後。ダンディン。虽然十分开心。或许一点厚脸皮。なんだっけ。我真的忘记了，怎么办？我的歌词单。噔噔。等一下啊、哦！哎，为什么没有第三
说。嗯？Why？ 为什么没有呢？好吧，不见就算了。这不能让我们看的吧？为什么不行？这时候很有自信的乱摆一句，旁边的人开始怀疑自己错了。如果这段时间还是在家练习极致吧，好吧，好的。我昨天不是昨天啊，前几天我跳了两首歌 ，reset 跟洗衣服。我跳三首歌到这首也有，这首也有跳，快不行了。快不行了，所以我很担心，到时候我的体力感觉，有了，可不可以让我做你女友，强硬扳机你的心，虽然十分任性，或许一点厚脸皮，还盼望你回应。哦，想起来了。对，我觉得有变差了。从现在起，让我强硬扳紧你的心，因为我很容易陷入纠结的魔力。拜托你别逃避，如果不行就不行。但请至少给我有个底，揭晓谜题。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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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后来没有去，我发现戴个口罩。我发现我戴个口罩走路就会很累，跑步就更不用说了。平常不会练习吗？这段时间没有，我几乎没有在练习。好久没在雾眉带还可以，嗯。而且我们家楼下有人呢，在这边跳一跳不太好。对，我需要一个大镜子。戴口罩跑步会内伤，感觉因为翻译断句比较不自然，就不好背，超级不好背的，真的。超卡这个好努力，希望今天团结，用笑容感染世界，珍惜每次的舞台。AKB48 Team TP Unit Daisy， 夏天戴着口罩真的没办法跑，真的太热了。我今天也是跑去买水，然后我一到家就真的快。快死掉了，真的热到不行。口罩变成，口罩，我的口罩变成湿湿的。哎呦！你看，这什么声音？啊，Music Score 的声音。对，瘫痪还没。这开始别说你，我们都觉得不好背。你们怕了吗？没事的。我的那个 Music Score， 就是作谱的那个软体，我刚刚没有关，然后就不小心按到有一个声音。谢谢女歌手车车你。口罩脱下来不可以乱丢。给我保管，不行，睫毛好漂亮，谢谢，好精，吓到是不是？没事的，嗯，洛卡有吃过酷比上西瓜口味，你说那个西瓜牛奶吗？我不敢吃欸，你有吃吗？如果戴口罩会把整个脸都盖起来吗？让我想到你以前直播的挑战。不会就到这里。嗯，可是我都戴小朋友的口罩。对，小朋友的口罩比较小。我觉得还不错，真假的？西瓜牛奶耶。我跟卡妹说现在有西瓜口味啊，西瓜牛奶口味，我就觉得全家到底在做什么。苹果比较好吃，嗯，
西瓜牛奶听起来还可以吧？我不敢喝，我不敢喝西瓜牛奶。疫情过后有公演的话，密集训练一下，肉卡体力会恢复，一定的，不然不行，没办法，没办法上台。西瓜跟牛奶很合适，真的吗？带菜大块肉气我就没有了。西瓜牛奶超好喝，我想出去买饮料，可是外面下大雨。现在吗？哦，对哦，我记得台风要来，对不对？我这边是，我们这边是没有下雨，木瓜牛奶更不行，因为不喜欢牛奶嘛，没错。猪血糕我也不行啊。酷冰沙有很好吃吗？很好吃啊，很好吃。台湾人什么都打成牛奶，然后入口不喝牛奶，是不敢喝西瓜还是牛奶？牛奶。我这边是台南，哦，原来台南有下雨。西瓜牛奶比木瓜牛奶好喝。我也感觉不到有台风，真的。不然加电源加咖啡，好的，西瓜咖啡，好可怕哦！南瓜牛奶汤，哦，这个好喝，咸的话我可以。西瓜优酪乳没喝过诶，西瓜我觉得直接喝西瓜汁比较好吧，或是直接吃西瓜。鲜奶茶可以啊，原来有台风，听 Luca 说才知道，嗯。哎呦，芋头牛奶呢？芋头牛奶就也不会喝，就主要是牛奶我就不太会喝，绿豆沙也不行。西瓜汁很好喝啊，可是不懂为什么要加牛奶。你的直播好无聊，我要去看别人的，拜拜拜拜。最近怎么这么多路人呢、啊？哼哼。太多路人了，好烦哦！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只要看到绿色跟白色的，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回应比较好。就刚刚前面不是有一个人说你是不是讨厌我？我觉得，结果后来他也讲很讨厌的话，我也不懂。那不是路人是坏人，对呀。哦，烦哦！直接办，有啊，对，我就尽量念你们的留言好。对，就是颜色真的很重要。我是不太懂为什么是白色的，然后一直跟我聊天。嗯，好的，没问题。你的晒呢？谢谢送我香槟。我刚刚在聊什么？突然忘记 白色连追踪都没有。对呀，对呀，想说跟我聊天，跟我想继续聊天，追踪都没有，这是什么意思？感觉只是来乱的。又看了影片，真的很棒，谢谢。他们觉得就这种留言才会吸引你的注意哦。可是我一开始只有信，我只是想理你们呢。跟颜色没关系，心理有问题。等等，小盒子留一下，好啊。啊 哦，对，不喜欢牛奶。对。
谢谢片神，谢谢你们送玫瑰。我的那个，还有台风的话题，卢卡家里食物应该也够。目前我们家还有泡面什么的，优酪乳可以啊，甜甜的我觉得可以，只是纯牛奶我就不太喜欢喝。对啊，我是不是太容易被影响？对呀，只是想跟你们好好的聊天，为什么变成这样呢？我刚刚去买了泡面饮料，台风厨师准备完成。为什么不喜欢牛奶？以前可以，就是长大后就是不知道不太喜欢那个奶味。那么多芒果，怎么样都还要碰墙。待在家太久，有没有台风？好像没什么感觉。卢卡最近有修刘海吗？有，前几天吧。我要剪刘海。我也不太喜欢喝牛奶。卢卡不要不高兴，听说订完是半价，不如我。不用不用，没事的没事的。没事，你们就继续陪我聊天就好。这样我就很开心。没关系，剩15分钟。我会加油的。頑張ろう。先跪再说，请开始你的表演。没关系啦，没关系，还是拿去投票吧。多秀可能，你觉得我要做什么比较好？要唱歌吗？好，好啊。那我要唱什么歌？如果平常会看笑话吗？台湾中文的我不太会看，日文的笑话我会看。刚刚原本说有人说想听我唱歌，然后我唱了，他说不想再看我，然后就是怎样？看一下哦。不，这时候还是我来吧。大家可怜呢。那个人自己的看法不代表大多数人。好，你卢卡有来过 AKB Sheraton 没有？没有哎，我也不想离呀。然后大家都坐着坐着坐着。心好累哦。一个乐团唱的，没有人一起玩，好寂寞。唱给我们听好了，我超喜欢录个唱歌。那要唱什么呢？要唱什么呢？我听过《凡莎》，可是我不会唱。再强的偶像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要不是现在我在荧幕前，我早就唱了。唱什么？《嵐の夜》には。という曲だっけ？
あ、ダメだ。歌う気分じゃない。どうしよう。怎么办？我没有心情想唱歌哎。哦，ダメだ。何になってきた？范莎很好听，真的吗？不用唱没关系吗？嗯。あったかいんだから、我有听过。我不知道哎，我要怎么？哦，有红包，为什么有红包？谁送我的？谢谢肉酱的红包。嗯，该怎么讲呢？なんだろうね。言いたいことも言えないこの世の中じゃポイズン状態。嗯，啊，有一点怀疑人生。こんなこと言われるためにアイドルに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んだけどな。まあ仕方ないか。30分钟。好吧，还是唱一下好了，打起精神，啊，为什么录一场？等一下，我谢谢肉酱的红包。何歌おう？もうわかんない、頭回らない。但上我想要有更多好事，对呀，是没错。谢谢柯江的烟火。ただね、今はあんまり、なんでだろう。谢谢少元送我烟火。哎，今天也有开灯呢，谢谢你。どうしよう、何がいいかな、何がいいかな。でもいいか。要开灯，今天电费好多，真的，好开心哦。对呀，之前都没有开灯，是今天有活动比较特别，是不是？ちょっといきなり、我突然唱很嗨的歌，说不定我的心没办法追到，就是。没办法跟到，所以我先唱比较适合我的心情的歌。これにしようかな。啊啊啊啊！谢谢青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对。谢谢上元送行李箱，歌詞あるかな？超紅包。お前が好きだと耳元で言った、そんな日の日に騙され渚に佇む
谢谢大家的礼物。新一点的歌好了，三五分钟。哎呦，谢谢大家送我这么多烟火，谢谢你们。なんか元気な曲ないかな？谢谢少爷送烟火。何がいいかな？もういいや、もう我今天直接唱もう好きな曲歌うわ。
我不管你们喜不喜欢这首歌，我就直接继续唱我想唱的歌。谢谢大家送我烟火，谢谢送我。私のセリフ無視だいで抱くだけ抱いて女はいつも待ってるなんて坊や一体何を忘れてきたの私だって私だって好かれるわイエーイ三口百惠的 Playback 2啊，那我真的今天到这里了，谢谢今天大家送我好多烟火，嘿嘿，谢谢你们。嗯，玛丽森的话可以吗？什么是玛丽森？谢谢少爷送我烟火，谢谢你们。没想到今天可以送到这么，马自达帅哥。ああ、私の恋は南の風に乗って走るわ。ああ、青い風聞いて走れ、あの島へ。前一首是什么 ？Playback Part 2吗？还是再前一首？再前一首是你比玫瑰，你比玫瑰还要美丽，有一首叫福斯亚基拉的歌。谢谢烈哥送我烟火。哇，今天开灯率真的很多，是因为大家都送我礼物的关系吗？
谢谢终于送烟火，哎，有开一点点的灯，耶！没关系，我今天就直接念排名吧。怎么不高？怎么了？怎么了？电费缴的不太多，是这样吗？也不想他们丢了几个，我刚刚中间没有数哎，你们今天是不是变便宜了？烟火一样6666吗？还是？哎呦，为什么抢不到？19。今天是3344吗？半价哦，原来如此。那大家至少哦，至少有十几次吗？对呀、啊，还是有20吗？感觉有哎，如果累计大家的，变便宜还是很贵呀、啊。对呀、啊，我也这么觉得。真的谢谢你们。哎呀。我丢五哦哦对哈、哦，你们还有丢别的礼物，好，那我今天好，那我念排名喽。今天第一名是谁呢？帅颜略跟哥江，笑笑。从隔江旅馆，那怎么样？等我一下，我在找。有了有了，又是玩路一场，等我一下下哦。玩路一场，我的手机的问题吗？也许对，一直都是玩路易场，可是还是可以抢到。OK， 等我一下下哦。路过的，我没事啊，抢不对，抢得到，放心，只是会出现玩路易场，然后要等。差不多要等20秒后才可以抢。哦，今天有新的耶。肉酱是本来就叫肉酱吗？好像我第一次看到它。哎呦！今天直播辛苦了，谢谢你。虽然后面唱歌就是我只唱我自己想唱的，
哎，虽然虽然为什么不在里面呢？あれ？待って。就看要开心，好的。哎，对不起，我今天可能没办法让你们很过得很开心，这是我唯一很难过的地方。谢谢大家送我这么多礼物，我真的很感动。那我先念排名咯。今天第十名是又谢谢优赏，第九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八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七名是强纳森，谢谢强纳森，第六名是 Sega， 谢谢 Sega， 第五名是肉酱，谢谢肉酱，第四名是旅怪，谢谢旅怪，第三名是哭酱，谢谢哭酱，第二名是 Leg， 谢谢 Leg， 然后第一名是帅源，谢谢。听 Luca 唱歌开心吗？好，谢谢你。ありがとう、みんな。谢谢大家。我才谢谢你们呢，不用跟我说谢谢。只是我想问，最近是不是只有我是这样？其他人的直播间也是这样吗？真的很用心，辛苦了，谢谢你们，ありがとう。お疲れルカちゃん、ありがとう。其他也有吗？多少都会有，真的吗？中文说得很棒，谢谢你。最近好像真的有这种问题，其他间有更怪的，真的吗？因为我好像真的是，以前就算有怪的，但是他们但是没有到这么，没有到这么过分，对。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也不懂耶，这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呢？虽然想了也没有用，今天又不想写哦。如果真的不想写，就真的不用写了。好像还有更过分的，如果不要在意，好，不会的。一下，我拜了吧，不用客气哈。真的了没？直播平台很多小白的，小白的，那我们11:20要聊什么呢？
还是你们要继续跟我聊天吗？也是可以的，但我已经念完排名了耶，你们还愿意跟我聊天吗？对呀、啊，其实我有点我不开心的是，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就是有些人一直在乱，就是真的打乱被打乱空气的那种感觉。好呢，虽然我知道，多多少少有这种人呢、啊，不是技能高一点，说那感觉，就算我想要处理，我还要按一个点，然后要按永久禁言，就很麻烦的、欸。你们是可以半人吗？还是只有我可以？这边就想看你跟你互动一下哦，了解。比较麻烦的是，我不太知道有些人是本身很怪，还是就真的想要让我很讨厌，所以讲这种话，你们不行吗？只有我可以哦，好吧，有点可惜，只有直播主才可以，很多都是故意的，我们只能帮你骂他，本身很怪，没事，小存在吧。有的人以闹别人为有趣的，我不会想太多，但是。真的，我是因为我这25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不太懂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懂我感觉吗？我先变成错的可能呢。但你很难过啊，只有当下而已。谁要当露卡的场控？谁进来就探发，欢迎来到露卡的直播间。可是这样也不用这样，不要懂比较好。我也不懂他们在想什么。对，上次不是说，就是有些人来我直播间，就是一直分享其他成员的事情，不懂在想什么。然后后来有的粉丝告诉我，他们可能就真的很喜欢，就是别的成员，然后说不定他们觉得我也很好奇，就是这件事情，或是就是他很想分享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其实这样想的话，其实就我有一点懂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就有点可以接受。可是刚刚的我就真的完全不懂在想什么。之前也有在每个成员的 IG 乱留言，对呀、啊，我都禁言了。这个我的版也有这种人。更正是18年，不过还以为你组会比较好，因为是你的组。对，是没错。是有一点不礼貌，但是至少我可以懂他们为什么跟我说这些事情，就比较好理解。那得了，你说的感觉。我刚还认真回答某个怪人的问题。那也没有恶意，对，没有恶，所以对，所以表示他其实没有恶意。所以这样我就没有那么心情不好，对，就是可以包容，就是就算之后有人在我直播间说这样，我心里就可以想，哦，他可能就是真的很喜欢他，所以想要分享他喜欢的东西，就这样，有可能他身边的朋友不懂他喜欢的东西，所以才想跟我们说这件事情嘛。
正常人不懂神经病在想什么，也没有特别有兴趣的话题可以看过就好，也没有太在意。好，对，还是不会念出来，但是至少不会不舒服就对了。对，可是刚刚的真的有点不舒服。不管什么体谅，基本尊重还是要的。嗯，好，那我想想哦。哦，对，然后我有一件事要跟你们说，我下礼啊不是这礼拜7月23号，我九点开始开播，9点到10点半，一个半小时。对，我等一下会发那个限时动态，所以大家不要记错哦。嗯，公职人员虽然很难无视，但只要不放在心上就好。好的，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还是希望露卡比较开心。好。嗯，我也不知道，我平常就不会在意，但是这几天可能心情有点不太好的关系。对呀，你们有吗？你们也有吗？就是平常就可以完全不会放心，你就觉得啊，那这个给我才不会在意那种垃圾的那种心态。可是我不知道，这几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真的很期待你每次直播，谢谢你。不要想太多。そうなんだよね。いや、さっきね、タラさん、もう多分気づいてたと思うけど、その、まあ、いわゆるアンチ的な人、や、厄介かな。厄介。や、もうずっと、全部多分同じ人なんだけど、アカウント変えて、その、私が困るようなコメントをしたり、まあ、攻撃的なコメントをしたりする人がいて、そう。でも普段だったら、その、全然気にしないんだけど、なんかね、ここ2日、もうずっと同じ人からのそういうのがあって、ね、あんまりいい気分じゃないって感じかな。でも多分ね、自分の気分の問題もあるんだよね。普段なら気にしないんだけど、今週はちょっとね、あんまりメンタルの問題が。如果你想越会，如果你越想越会害怕，哦，不会害怕啦，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只好看自己 cover 的影片，我会在意成员被影响心情，不知道该怎么办，こんばんは，我个人就是我过得开心，对得起自己就好，别人说的对我就听。前天就有两个烂人，对呀，前天也有。そうなのよね。でもバンする前になんかコメントするじゃん。それをコメントを見てなんかもうイラッとしちゃったね。そう。そう、バンすればいいって言うけどさ、バンするのは私なのよね。わかる？そのコメントを見て、見るのは私だし。そう。如果也可以像上次直播直接回听，希望可以。今日は多分本当に、多分疲れてるのもあると思う。可能今天就比较累的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的。我下次直播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这样，放心。そうなんだよね。見る前になんとかしたいんだけどさ、難しくてね。看到就会被影响，或许在做什么办的动作，情绪也回不。对对对对，平常不真的不会，我觉得是心态，我自己的心态的问题。嗯，那个。露卡太温柔了吗？真的吗？对，我最近学到有一个手语，不喜欢，我记得是喜欢是这样，不喜欢是这样，有点忘记了。我之后就是发生不喜欢的事，就是心情不好的事情，我会这样。谁 都不想看到这种留言，可以理解。对，我有点忘记了。等一下，
这样也是最上下顺序有差，有哎、欸、有，真的有哦。你知道哥哥跟弟弟是怎么做吗？手语，比中指，然后这样，晚上是哥哥，晚上是弟弟。对，可是虽然你们可能会吓到，但是这是真的，对，中文的手语，这个是给我们的暗示，对，比中指的，对，你们可以去想，手语哥哥弟弟，谢谢小橘送麦克风，不要嫌麻烦，该办就办吧，你们刚刚那个越来越超过，好的，好，那我之后真的。就是有时候不是 gray, 有一点 gray zone 吗？就是不懂他是想要跟我攻击，还是只是讲话比较醉的人。手语应该世界通用吧？哎、欸，不一定，没有，不是通用的。对，是中指，对对对，中指。双手中指不是单手中指，我没办法做那个。晚上是哥哥，晚下是弟弟。毕竟文字没有温度，嗯，对，每个人都不一样。私が的きる会，我之前有讲过吧，我会的手语，军马蟹。私ができる日本語の唯一の手話は群馬県。群馬。平常都叫人哥哥。对，单手上哥哥下弟弟，双手交替上下是兄弟的意思。哦，原来如此。そうなんか馬群馬。对，群马线感，对，群马线。所以老师要用表情表示情绪，やまだ知らないんですよ。まあいいや、今日もうすぐ2時間経つし。好，那我其实下次礼拜我感觉可以直播一个小时，9点到10点，也是可以。怎么没学三里线的？好，那我现在学三里线。三里，好难呢、欸。群馬比较简单，群馬就是这样啊。三里还有什么？哎、欸，不是，三迪，好难哦、喔，我不太懂，是感觉三就是这就是三的意思。你们等久，三迪啊，富士っていう意味か。嗯，なるほど，好难呢、欸。自己的家乡手语反而比较难，手语讲地名感觉超难记，感觉很难，还是不要学好了。甜甜圈哦，我学那个好了，日文版的。手話ドーナツ。え、あ、这样耶。这样。ドーナツ。一开始要，然后画一个圈。嗨，我太郎，我怎么可能知道？哎、欸，其实蛮简单的。
我想知道 ban 的那个手语。ban 的中 ban 的中文是不对。泡芙怎么比？我不知道哎、欸。泡芙，泡芙这边没写。剔除，禁先秀本。我找一下镜子。哦，就这样哎、欸。镜子，这是不行的意思，不行。这样你就可以比完那个，就把它办。下次公演可以说，是不是用手语打 call？ 怎么？いるかいるか。イルカ有欸，我看一下。哦，海豚是这样。イルカ，呼呼，可能就是跳的样子。一看我找一下。イカ花字是这样，所以是イルカイカイカ，イルカイカイカ。你要タルカ我就不知道了。好，那我再查一下。对呀、啊，イカ是这样。那我们之后有合照会，我把它这个就是当做我们的 pose。这样，这个很可爱吗？这个有点不适合拍照。一个一个一个，左右手没有差，听说没差。看下次看台下谁会比。对，方向好像，我记得手语的那个左右手好像没什么差的样子。这样我们要怎么拿扇子？我每次合照的 pose 都会相反。这是花枝，对，这是伊卡。乌姐，对，乌姐。我名字的话，我再查一下好了，我下次做给你们看。男生做的话，的确是胡子。那还是这样好了，我们拍照的时候就这样。好，剩两分钟了，大家，谢谢你们陪我两个小时，爱你们。后来变成手语教学，对，拜拜，好像真的是这样。一分钟，名字也有手语，名字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做什么咪呀他鲁卡之类的。台湾北部学东京系统手语，南部学大阪的哦，也是不一样。以后这个就是暗号。我要去吃晚餐了，十点半呢。谢谢，晚安，晚安。名字就要看每个字的意思，好，大家晚安喽。我今天会好好休息的，对。おやすみなさい。バイバイ。ルカちゃん大好き。ありがとう。ルカズも辛苦了。晚安、晚安。晚安、大家晚安。ルカ加油。バイバイ、晚安。谢谢你。很开心、能开。え、なんだっけ？能看你每次的直播。谢谢你。ルカ大好き。ありがとう。我也喜欢你。お疲れ様でした。バイバイ。
再说一次，今天大家真的谢谢送好多烟火，爱你们，拜拜。我会继续加油的，嗯。十一点不会开。